你嘴咋那么大？它的毛还能长出来吗？那肯定能，它只是在毛会比较厚，所以它就长得慢，就比之前好很了。看看看他，他知道他哪锅吧？看考验一下你的平衡力。王虎，来来来，金虎，从我这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这，他不管，他找不到路了。这你能跳过去啊？还搁这看？走，我这，这，他最后会从你给那边从你走。都粘的都是小草，这个叫什么来着？我想不起来了。带他走南边，走南边没有味道，那沈阳都不知道。走大雁还得，可玩开心了。好久了，好久了，都放了，知道。身上没有事长出来毛多好看。走了大壮都不敢笑了，是吧，牛牛？你把它放下来，它里面来了上来，使劲。
换个手。豆豆手真小啊，你看。嗯。你看果果那这个爪子比他大太多了。豆豆，分这三个来吧。跑累了吧？你家选的你跑累了，加班会。